有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。谢谢红哥，谢谢。我们是两个人用一支，对，两个人不分开哦，一起走哦，好，不分开哦，你们要一起讨论的哦，哈。有带谁？你孩子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就是有带牛，应该是盒子里面，但要不要跑？不会跑啦，谁啊？那个没有，不用跑，我吓我一跳，是要思考的，不用跑。哦，对，吓我一跳，我想到什么？不用跑那么快，大家都很怕再掉。很累，而且我们现在戴口罩，真的会死掉。对呀，谁想跑？听屁桃会 Q 你进去，他会算上去。好，两大家小心哦，你等一下往啊，你等一下往。没有，你等一下往。屁桃，又玩这么大。你往哪？手机先给我。范围。对啊，我先去那边等。其实搞不好你不用用。范围在那边吗？就挂。过桥过去都是。哦，那边都是吗？对，过桥之后都是，全部都是啊。这通告费也不付你多少而已。等一下就没有人下去啊。我上次要跟他一起下去。跟魏徐讲说，中间的岛有一个，要游过去。对，叫他游过去。吃鸡的那种概念。对。你有在玩哦？有哎、欸，我第一次跟男生玩，我玩第一名，真的。讲那个问号拿到一个就要问一个的事，好，然后不要分开的事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请准备，来准备，上，来那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们这个就两两一组了，看来帮佣也没有办法留在原地，一定是跟着跑，一定你们要跑，刷一级也应该要跑一下。对啊，是应该要跑。吃好是很饱，要动一动。对，两个人在一起不能分开，好，一起动啊。然后总部就在这个位置，过完桥之后就可以看到了。好。然后问号牌找到一个就要问一个，问一次。嗯。问号牌不能累积，不能手上，不然我们问手上有太多个。哎，问是问带队的，所以你一找到之后就问带队，就再找到一个再问带队。哦。最后有解答才是问号。问号牌是问带队，这边是杀人的。带队的，哎，他有答案回来，答对可以淘汰一个。答错自己就淘汰了，答错就淘汰，他也不能乱。答对就淘汰，答对了，所以什么一次答题机会？所以就一次答题机会，我不能回来问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只能问我的，所以100%确认问到三 A 才可以回来。三 A 就错不了了。对啊，所以只有问到三 A， 你用猜的，比如说我就猜，反正二 A 一 B 我就回来猜了，哦，那你有可能就会死掉哦。哦，所以只能用三 A 才能回来，所以答错就直接淘汰。三 A 回来，如果还答错，你就淘汰那个工作人员。对呀，三 A 你是不是有点想答错？赶快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怎么玩游戏还是要尽力啊。但我要问的是，如果在找牌的过程当中，有一组人不慎跌到湖里，也算淘汰吗？没有，那就淘汰，自行淘汰。想请问一下，就是问一下大会，魏许身上有手机吗？我要问他，有啊。那要不要先拿起来？对，跌到湖里了。这边应该蛮儿童池的吧？还好。你下去看看，还是说 OK 跌？我就知道是不是儿童池。我怕跑一跑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没有，就走在山林里，然后突然转头，哎，我的伙伴呢？这样子太笨了吧？寻找 wish， 对，去问带队的，找到牌子问号牌就可以问带队的。好，越找越多。那我们有本的答案好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是在后面那一代，那一代，祝各位好，所以听哨音完就开始了，听哨音，预备，最高30%哦。走走走，快！蔡老师超会找问号，没有吧？上都被抢光，真的吗？对呀，啊，小心，这个真的很容易跌到湖里，对对对，超花超会找盒子，哪有啊？真的，我们好，这里。
走，对对对，我们来一起。牌子是什么啊？牌子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吧。那我们直接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一二三的答案是一 B。一 B， 所以只有一个数字是对的，但是一个位置不对，是一 B。好，我们继续找牌。那这个放回去吗？给他们，是不是要给他们？给你们，给我就好，放回去。我看到了，谢谢。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拿一个，拿了，拿起来。可恶！在这。我们一 B 一 B 嘛，那我们就是，我们直接三四，啊，没有，还是不是一一代表这全部都是错的位置，只有一个数字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先没有是，没有不是是，一二三一 B 表示有一个数字是对的，但是它是错的位置，对，所以对它是错的，所以只有一个数字是对的，其他是错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只能猜其中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猜一，假设我们觉得一是正确的，只是它位置不对，所以我们可能是。一三四，不是不是，是啦，不是哦，不是，你听我的，好，你听，你说，四五六，四五六，一 B， 也是一 B， 我们先把有中到一 A 的，所以这两组里面，我们先中两个数字，这边有牌，哎，我们一起，好，我们来个七八九，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一 B 比较不会瞎猜，七。八九四一 A， 一 A， 所以代表有一个位置是对的，所以他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也是数字是对的。他们其中之一个是数字对，对他们其中之一数字对。然后这个是可能我们要猜七八九到底哪个位置是在对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直接就先赌，我们不啰嗦。好的，我们先把数字出来好了。可是我们也不能问啦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问啊，我们只是先把数字出来。我们走回去了。好，七。七，我们先赌看七二六，好不好？没有问号了。不可能是二，因为二如果在二的话，前面第一个一二三一 B， 所以代表它的位数字如果对，但是位置绝对是不对，所以绝对不可能二在中间。没有，它的一是代表一个数，所以它跟位置无关，跟位置有关。你听我的，真的就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先七，你想要二留着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七，我赌下面。七六二，七六二，好，我们随便。那我们去找牌。好，我们找牌。它一个 B 是代表位置不一样，但是它对位置不对，数字是对的，数字不是数字是有的，但是位置不对哦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那是 B 才，所以 B 是这样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好，在哪里？啊，你好厉害哦！好厉害。人体蜈蚣行走六十秒，所以是两个人一起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就人体蜈蚣就是右手抓对方的左手这样，好，然后你说左手做完就可以握手，然后走六十秒，还可以继续走。那谁开始数秒数？我会数。好，要开始吗？好，开始了。我们往左，我们下面找牌。好，哎，这个很滑稽耶，然后顺便看牌，就是一 B 就代表是三个数字都位置错的，但是有一个数字是。是位置错，但是数字对。一 A 的话就代表位置对，数字也对了，是这样的逻辑。对啊，但是比如说有六十秒没？比如说一二三好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哦、我看到了。哦，我也看到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一二三，假设一二三二是对的，那它二是对的话，代表一定是一 A， 那就是一 B， 它位置错，数字对，是 B， 对一 B。六十秒那么久啊？到了吗？十六，你好像比较辛苦哎。六，哎，但我们走到了，那我们要呈现这个姿势。二，对，好，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护捏耳朵，累积耳朵累积二十圈号。那我们可以边转边转。二十圈号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们做得到的话，哎，不要转圈圈号这样吗？好，护捏耳朵转圈号，我看到了，我也看到。你就捏另外。好嘞。一个捏边，一个圆形啊。好的。对，开始。橘子对淘汰。三，橘子四，橘子对淘汰。五，走过去，那我们快一点。啊。七，八，九。好晕哦。真的。十一。好浪漫哦。十二。十三。十五。十六。十七。哎，我们不要再往湖了，我会进去。十九。二十，等下是陆雨学，等一下，先不要，哎，第二回合还没开始哦。你看，喂，你小心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们先你。没有，不用回头，不开始。先开始吗？等一下，
哎、欸，是我们会先掉进河里。我看到地上，我那边有两个，但是很可怕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问个东西哈。怎么我们两个？啊，第二回有开始了吗？我蓝色回去了。所以。如果这个不是，我们就可以把二去了。对，它就是可能是一或三。对，一或三，或三没错。对对对，不是一或三，是一或四，就是它挪下来的话，就变成三绝对不可能在这个位置，你懂吗？现在三、哦、对，所以变成可能就是三啊什么啊？我，你现在懂你的意思了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好喘。我们刚好浪漫，然后顺便坐一下。好，小心啊。那都不要动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一二三四，那么吹起来看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先想，所以在等这一题，希望我们拿到是问号，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更明朗。所以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可能是什么八什么，也可能是什么什么九。对，因为是一 A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确定。哎，回总部了，有一组已经淘汰了。那我们要再回去。有总的会有新的一组题目了。是哦、所以你们现在分析的都没有用了啊！所以其实一组是大家一起一同一个命，一个号码。对，就是现在局都已经被淘汰了，所以再淘汰组比较结束了，所以要回去。我们玩不过别人、啊。所以如果他们淘汰的不是我们，那我们就是前三名嘞。那其实我们也不用猜题啦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要礼貌要乖一点。我们假，我们装傻。啊、我们装不会，我们刚刚都在那边惩罚这样。你这招很好，我们装不会这样。阿达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对，那是哪里？对，就是装傻嘛，就是这有点太傻，出一个装傻攻略好了。也是蛮聪明的，跳哦。还会反而他们觉得我们在那边给鬼给拐，所以应该不会。回去好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就是组合，他们绝对不看好。没有他们。哪有啊？我觉得是不可能，真的啦。你看他们，哎、欸，他们都会去，就他们已经开路，然后完全不问，忘记我们，笑死了。那你已经开始比较会，对不对？知道逻辑，我知道你的，不是，但是我刚刚想的是，要，你说接连着好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能、不能接连着，你要先猜出，啊、对，看着那 A 这件事情是反而比较重要，你不能瞎猜 B， 因为瞎猜 B 太难了，那个组合，因为不管是二三四都不对，因为二三还是在同一个位置上。对，如果它是对的，原刚刚就会有二 A， 对吧？对啊，我们请他们也赢了哎。是杀掉强的，那等一下强的有可能也会报仇。哦，不是强的就死啦。对啊，你被杀了，怎么我们就没办法报仇啊？没有，他的想法应该是说杀掉弱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他留强的，可是你先杀掉他，下一轮你就少了一个劲敌啊。那强的跟强的可以结盟啊。对啊，就变得更强啊。他已经，他就先干掉强的、啊，因为只要再杀掉一组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存留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待会三组就好好加油。为什么是？所以刚刚是谁杀的？谁杀谁？哎、啊，你们现在没有回来啊？不是谁杀谁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谁杀谁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比较晚回来。你们杀谁？哦，你是你们杀？我们杀我们。哎呦，那个，对啊，我们也可以啊。等一下不要杀我们啊！你这样累不累？没有，累不累？干嘛？你们想自杀、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们想要结盟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加入女主持人是对的。我们主持四年多，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出现那种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们说礼拜啊，我弄死你，我弄死你了，这样子。想要吃东西。他是开店的，他会有东西可以给你哦。对，等一下跟我结盟，去我餐厅吃都免费、啊。真的、哦？妹子吗？这么好、啊？是不是？你好、啊、好、啊、好、啊，跟我结盟啊！到我民宿住不用钱。好，你在哪家民宿？在结盟。哎，你跟我们结盟，就你那里住不用钱，然后我们在那里住不用钱，然后我们吃饱了。我知道了，不要杀我们，我们就去你那边住，然后叫外卖，你的店柜。对，刚刚好。否则那就这样 OK 了、欸。那我们四个就结盟了吧？这很吃啊，很省钱。我们四组就结盟了，弄掉橘队，弄掉橘队，弄掉橘队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弄掉了，他们已经挂了。没有这个完全，你们的问题最大的是完全输在没有副业。
有副业的结盟，有鸡排的，有鸡排店，有鸡排店，结盟结盟，太厉害了，结盟结盟，真的那就结盟了。那那你们不要不要这样攻击他们，不行。好好，我们还是先努力啦。现在是这样，再淘汰一队。就结束了，对对，所以你们真的各怀鬼胎了，看你们自己好了，其实杀谁都可以了啦，真的啦，因为只要任何一组都，就看赢的那组想杀谁的啦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啊，剩下三队就可以站在锅子前嘛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锅子前，站在锅子前，哥大哥前面，好，我也是鸡腿队，要出发了，要出发，哎，直接出发哦，哎，加油，我们来这，你们好强，哎，龟队，龟队，龟队，认真强，回自己的位置，自己的什么位置在哪里？自己的位置在哪？好，那你们四组就加油哦，再淘汰一个就失败了，你们现在紧张了吧？对啊。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默契。他刚刚说让你休息一下，因为他自己太累了。我说你上一回合都在那边太累了，所以真的是可以结盟的。风雨师真的可以结盟，当然可以啊。太明显了，观众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只是为了想休息而来。但你们这个还算 OK， 因为你是被杀。但如果你是过来自爆，那就企图太明显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刚是真的想赢，因为我有一个战略，只是我还没实行成功就先被你们杀，我们很疑惑为什么被你们杀。你们的战略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没有战略。我们的战略其实如果赶快哦，你们再稍微快一步的话，应该就会有人被杀，就不是你们被杀了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刚刚跟你结盟，你的民宿呢？我们为什么没有民宿？那时候你没有提这个条件。对啊。你知道商人能省就要省哎，不是随便可以开支票的。好了，你们四组加油，出去再自己瞧了啊。好。第二回合哦，换了另外新的号码了，新的号码，好紧张哦，哇，一样去，丁少英，预备，好难啊，要快，越快越有优势，什么？听到我感觉，小心走。我们的我们现在什么？你可以猜，来，你可以猜任何一个数字，个位数、十位数、百位数，你问我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个中间个十位数。十位数是这个数字。哦哦哦，好。耶，太棒了。OK OK。交给我就好。我们找吧，走。那边会不会跑？没有，我刚刚在看那个。哎，我看到了。等下风这么明显，会不会是那个？哦，是。那我们直接随便猜。三七还是多少？第二个数字我已经告诉你。随便什么快？随便，因为现在都乱。好，那第二个数字我已经告诉过你。对对对，三七，三七多少？三二多少？哦，三二七。三二七，一 A。一 A 一样耶，那就这两个数。好，我们再来。我觉得很多的，他们有喷味吗？有，虽然是没有啊，我还想说找他们结盟哎，可是我们要先至少也要有一点，有没有啊？这边，到这里，箱子还没拿，又是人形蜈蚣六，你们有没有换牌？啊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，啊，这里有一个。快快，哎，走嘞！一、三，我们可以先拿先回答吗？来，有问话啊！问号，快点！我们先用这个姿势。好。什么？那我们八二四，好。二 A。对了，所以我们再找一个，看是你找在下面。啊，在下面。我先。我看到了。八二四拿这边的，我们先八二好，八九，九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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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一 A， 对，你刚刚二 A 了，为什么会一 A？ 对啊，所以是这两个，所以是不是？所以是八二，所以是九二，不是，不是是二八二，对，然后什么？去掉不是的号码，先去掉不是的号码，先去掉不是。实际上好，所以去掉不是号码是三七，可能不是四，
那就不是四，不是八二，是八二，所以这边我看到，小心啊！这边三三不是四，不是五，再来五。好，这是不是五？好。那里，小心！哦，又来，快八五的八五，对，我们是八二八二六，啊，八二六，好，八二六。哎，是不是八七七？不是八也，所以是九。所以九或一，现在是八二，那就一啦一啦，没有的，是八二一。你怎么知道是八二一？是。没有，一定要三 A 哦！你开门开一点风哦。我们要三 A， 不行，我们会自爆，不行。确定了啦，等一下。那边，那边，不能确定，我们会爆。好酸啊！真的啦。多少？好，三，我已经走到台三二一，不是三二一，八二一，八二一，是，八二一，三二一，走，那里，你要淘汰谁？淘汰谁？我觉得，我想一下，我们淘汰粉队，还是淘汰绿队？哎，不是绿队，是我们自己粉队，粉队吗？现在分数最高啊、哦，分数最高，我们来是吗？小心一下，小心，哇、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他们已经杀掉一个，可以回来。你们其实很快，对啊，有确认吗？而且也结很快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？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嗯，对，现在疫情期间要保持距离。你们两个是干什么？我们没有，我们亲如姐妹，是家人。你确定不过来？不要，才相处个一关。但是我们，你问了吗？对，你可以问啊。你确定？他们淘汰了。你要不要回来？他们回来了。你要回来，让他们回来，你们自己决定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我们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。确定好。确定回来了哈。好。OK， 好，回来了。绿队花花队淘汰，绿队花花队淘汰。为什么你们淘汰我们哦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淘汰任何一队哦。那为什么？我发誓。一定说第一个先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！好嗨呀！他很懂的逻辑，真的。我没有，我不好意思杀任何一个，所以我就说，我就杀下一个回来的。然后转过头你就回来了。对啊。我没有他，所以你们刚刚我一直跟你讲不要回来，你刚刚不要回来，可是你们又诱拐我们说他们回来。你丢牌前如果再迟疑三秒，让他们那他们先丢，他们淘汰了。哇，可是捡到一命哎，我们可是因为他就会想杀我们，对，他就会想杀我们，绝对啊，是淘汰一组而已哎，他们淘汰。可是你们很容易结盟啊，因为感情。他淘汰掉他怎么杀你？没有，他不一定啊，他搞不好赢他就可以淘汰。明明他司令是谁先到？他在我后面回来，他怎么会赢？他的条件是淘汰下一队，所以我们一回来就淘汰，我们还来不及说要淘汰谁。对啊，他们不能淘汰你们啊。好了，命中注定。哎呀，所以大家都还没搞清楚，游戏规则就死了。对。我们去跳河。别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那还好，我们慢了一点。哎，你们这么快哦，很快。我们这组好衰哦。哎，我们一直猜到都演艺圈的闪电侠，我们都一直猜到一 v 一 v， 抽到一个主谋卡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，他可以告诉我一个正确的位置，快速解，就更快了，就更快了，我就只要把其他对过来，对过来，我就知道哪些字是错的，抽三个三，抽多卡的，而且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玩哎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速度超快的，就来就被杀，没关系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第二round出去啊，我就跟 wish 在有同一组，有终于有好处了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我刚刚啊。就是啊，看到有牌 ，wish 快去，他就好吧，拿拿拿，然后我开始被甩甩 ，wish 那边还有一张，哦，还有，棒棒棒棒，永久来袭的，好方便啊，还说不是用人，这是用人啊，胜利是很重要，这是荣耀的时刻，荣耀时刻，畜生，要懂得，要懂得会用财，用财，对不对？用财很重要。你真的是太没有尊严了。我们是好歹是佣兵，你变成是忠犬了，那不一样。是他们淘汰，算了，主要原因他是我们淘汰。好，确定你要回来？确定。你确定要回来？你确定要回来？回来你就把卡一直放下，就代表你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
就只是代表你们回来而已。对啊，大家不是说回来吗？对啊，那你把我没有牌子啊。哦，你没有牌子啊、哦？好吧，他们刚刚是不是结比赛结束了？玩不到啦，玩不到，可恶！小玩不到。所以呢，绿队也被淘汰掉了，所以是蓝队、黄队还有粉红队晋级。哦，哎，志哥再帮我讲一次好不好？谢谢。是好，所以呢，绿队也被淘汰掉，所以最后是蓝队、黄队还有粉红队晋级。但现在可怕的是啊，有两个75的都晋级了，哇！所以待会儿有可能会有一人一枝独秀的状况结束这一回合。哎，我们是两天最低的才有，还是肯定的啊？那两天还有8000嘛？对对对，那这个我这个只抽一个5的，真的太伤了。好了，那开锅了哦。开锅，好，直接开锅，来，好耶、yeah ！太恨了，真的，这太恨了、欸，好累哦。我们好衰哦，遇到好几个一比。我们也是，可是我们第二次蛮幸运的了。开锅了，我们第二次有遇到一个要去开卡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还是有问到，等我整理一下。